今天过来我朋友的生态养殖场，准备在这里买一只羊。这种是山羊，在山上的波尔山羊，毛重25块钱一斤，等一下看看能抽多少羊肉。抓脚。哎呀，小心啊！我皮是被这次有力了，有力啊！没有100斤吧？这个有100斤。没有。这次不会山羊，它的毛重是90斤。25块钱一斤的波尔山羊，扒了一下不扒大兄弟。我们这里杀羊都是用这种方法拔毛，拔的又快又干净。啥不东西就是啥的，这种。差不多就是，你看那个大爷不就简单要。毛重是90斤哈，九十斤，现在40几斤。是。哦。除了羊头，还剩下42斤。我现在也贵了。师傅半个小时左右就把羊斩杀好了，这速度真是快，你看这羊肉特别新鲜。